しょ。上路感觉就不是 man 的，转我，匿名感觉是 man 的，啊不是，真的牛逼，完了，等一下我一定补位，陈慧中快减肥，草屁啊！这我江国刚刚查过了，是国栋派来搓的，不是啊？他刚说我浓，看他刚不是在浓了。他刚是在消失了，哇操！我加工负重100了，我加工不了了。为什么那么容易负重啊？好险我是用视窗花，不然我就没注意到了。面团好像比较重哎，一下就负重了。安安，好久没开台，对啊。我现在就不是专职实况主哦，现在实况已经变成兴趣加打零工了。我要当 MOD 到底是什么指令啊？陈慧中快减肥，负重把商城都买一遍，卖了卖了，我三个都买过了。减肥计划减了多少？现在卡着嘞，也不是说卡着吧，就我觉得现在这样子还行。我有在想要再收一点，可是我定的期限是六月吧，六月应该瘦到个六字头。你要不要减肥？我这样子还不够吗？我可以再瘦啊，我可以再瘦。可以的。吉祥啊，吉祥胖回来了。我这两天遇到他，他说莫斯，我没救了。他胖回去了。吉祥胖回去了。你下次他开台的时候去看他一下就知道了。用贸易店负重，没有吧？我负重很高哎、欸，我负重700多哎、欸，应该还行啊。18。18问号，谢谢订阅。辅助暖男，看起来是我要补位了。我要当 MND， 安安，好久不见。六字头，我现在还没六字头啊，还没。辅助我帮你先拿，我要候选。什么意思？哪里啊？他要帮我拿，我要拿什么？这版本是马尔扎哈扎尔，我比较强啊。马尔或加罗，加还打错。
叉烧也加入 ME 了吗？啊，不是公告了吧？700太少，你力量没练哦，所以要背着重物跑来跑去，是不是？好，我到时候晚上挂网，我等今天应该可以把那个吧玉米团搓完。玉米团搓完的话，我就开始练负重吧。负重就是背着，然后按 auto 地图上跑来跑去，是不是？负重也可以自动，对吧？巴德油，九点，巴德也没，鸡鸡人，鸡鸡人油，鸡鸡人够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33个月，红包拿来！背着吉祥跑10公里，练负重加很少，背贸易品一个就好。负重 CP 值很低，背着贸易来回走。是啊，你要啥？你要扣隔膜？扣隔膜配机器很好吗？好像也就一般般。那我爬到最高，爬到哪有精英第一吗？没有吧，精英。我有爬过天梯第一吧，台服，也就台服第一过而已。什么时候？好像有开实况，天梯第一一场，然后就再排第二场，然后就输了，然后就下来了。应该是开实况，刚开实况的时候吧。噔噔噔 ，S2 吗？退役 S4 吧，S3 退役 ，S3 打完退役 ，S4 吧 ，S3 S4 吧。可是台服第一很菜啊，台服第一又。一场啊，那时候一场完，然后